今天呢，我用30秒的时间教会你道超级好吃、超级下饭的肥牛金针菇，让我们一起做吧。首先把金针菇的根部切掉，再用手啊给它撕成细丝儿。起锅烧水，放了肥牛，焯烫20秒以后啊，咱捞出备用。起锅烧油，放了郫县豆瓣酱、半块的火锅底料，炒出红油以后啊，下入葱姜蒜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下入金针菇，再下入油麦菜，焯熟以后啊，咱们放入碗中，再把肥牛啊下入锅中，调味放入咸盐鸡精、生抽、蚝油，再勾入一层薄薄的水淀粉，大火烧开啊，咱勾的黏黏糊糊的，给它倒入碗中，加入一把蒜末，再放入一把葱花，再放入一把川椒段，能吃辣的再放了一勺辣椒面，咱们给它浇入滚烫的夜油就可以开吃了。进来的大大姐啊，如果您喜欢家常菜，就给阿豪点个双击，点个关注呗。